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奥拉。好，这次玩的是《萌猫来了》这个游戏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在我的房间，我房间非常空。然后呢，这个游戏呢有非常多元的玩法，对，房间呢只其中之一而已。像我可以再买一些东西好了，我看一下要买什么。就在百货商店，然后可以买家具，你就可以挑你想要的。我看一下一个沙发，这是椅子不是沙发。哇，连棺材都有。吸血鬼的棺材，好不好？然后还有什么？看一下，中式的。好，现在看桌子好了。哦，桌子各式各样都有诶。看一下，那买一个比较高级感的桌子怎么样？这个好了，3万的。这是桌子。好，我买这个好了，就买了。然后家电。哦，这个价格挺高的，个十百千万30万呢。不过家里有一个喷水池是很合理的，对不对？还是这个？这是巧克力喷泉吗？我先买这个喷水池好，30万有点贵，心痛。啊！好，买了。然后电视必要，对，电视什么的一定要的啊。好，买了。然后电暖炉，猫会怕冷吗？应该是不至于吧。我搭配白色家具，这是什么音响？音响的话，细一点比较好。好，它一次是两个吗？还是只有一个？我先看一下好了。先布置一下家里，让它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单薄。我看一下，布置在哪里啊？还没有布置吗？装扮房间有了，这里。然后我刚买了什么东西啊？桌子，有桌子了，太好了。好，可以。然后好，然后再来家电，电视要放这里。电视不能放后面吗？可以，放这里。好，放这里。然后刚买的音响放在这里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喷水池，这太浮夸了啦，不过我喜欢。好，先放这里。然后椅子能放这里，桌子能放下来一点。好，先这样结束。哦，有没有？然后因为我是猫，我本来是扮演是一只猫，所以我可以跳上去休息。有没有？这边也可以。哦，这好高哦，可以适度休息。那喷水池呢？可以在这里耶！天啊，好，房间结束了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。这个游戏呢，就是好玩的地方就是在它很多东西可以让你玩啦，玩不完的。你看哦，前去游玩，不是，这是加入别人，这是访问别人的房间。你可以先看一下别人房间怎么装扮的。哇塞，我的这个太浮夸，都是金牌耶。哦天哪，然后前面还有一堆吃的，哦，这可以帮人家打扫，猫还帮人家打扫，哇，它好多宠物哦。好，再访问其他人的，有没有跟我不太一样的？哇，这个，这太华丽了吧，这个，都玩多久啦？好，先把它扫地一下，毕竟还是有点脏乱，是不是？好，再访问其他人，哦，也是金牌一堆。好吧，我觉得我输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输了，我先回去。然后这边呢，每天都有成就可以解锁，对，解锁就会有相应的奖励。那我觉得它奖励呢，其实不少诶。我看一下哦，先离开这一区。然后这是大厅这个鸟可以打，对。但是你的等级如果够高的话呢，打这个其实经验值升不了多少啦。好，然后这个是随机的，如果你要付1000块的话，它就随机给你个东西。好，我先按。有什么？两个，这个是引诱的功能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就是可以，我先看一下，咖啡厅在这里嘛，然后它有可以买东西的宠物商店，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让你改变颜色的，改变你的外观的部分，像这个全部就染，那你可以染局部，像这种花色有一些这个，你可以染这样，对，你可以不用全染。那你可以全染，那全染就换一只猫了，对不对？
好，我们全染，帅气，全染了。我现在变完全不同的一只猫了。然后它有服装可以买，比方说这个有没有这些很奇特的造型都可以买这些。那我来买个东西，好，我看一下买什么，买个比较特，有些东西呢比较特殊的造型呢，用到这个猫薄荷，猫薄荷就是它特殊的，算是金钱的单位啦。对，但是花费也还好，我看一下翅膀，我这个人不喜欢翅膀，一开始以前很喜欢翅膀，但觉得太中二了，所以现在觉得翅膀还好。哎，这个这是寿司吗？蛋寿司，那我这个好买下去了。OK， 哎，我怎么戴口罩啊？我都按到口罩啦。好，他连鞋子都有，这算鞋子吗？造型，我有一个爪子。哇，看起来比较凶猛哎。然后车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好，没事。那我还是这是什么光剑吗？轮子。哦，我是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了。溜冰鞋，卫生纸是怎么回事？人人都需要卫生纸啊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袜子、贝壳，好，很多东西可以挑啦。啊，我来挑个大概，改个造型好了，改个，爪子就好了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尾巴也可以改。哦，天哪！哇，这好帅哦！这是马的吗？这个是芦笋，这是芦笋吗？是芦笋欸，那这是什么？那种充气然后会飘的气球，这是什么？哦天啊，好多东西哦，都买了，还有骨头的玫瑰棒棒糖。我先买正常一点的好了。欸，这个看起来有一种莫名的奇怪的感觉，蝎子的尾巴。传秒光剑吗？雷射光，它这个这 WiFi 讯号吗？好啦，我先买一个其他东西好，我买一开始那个好了，我买比较正常一点的这个就好了。 OK， 立即穿上。 OK， 帅，可以的，有点帅帅的感觉了。好，先离开。好，我现在呢带各位导览一下好了，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玩。这个双子公寓呢，就是一个小游戏，每个人都可以玩。那玩的话可以赚钱，然后可以累积积分。好，给各位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游戏玩完之后，连线等一下，会有没有顺畅？小心冷气的部分。然后再一场，就是大概就是可以很顺利的上去的话，你的分数就很高，然后可以赚钱，然后可以赚一个游戏的等级。对，它等级有分很多种。等一下，嘿，哦，熟悉，可以咯。好，算了。然后你就可以赢得等级。等级呢，在这里，这边游戏等级，我现在是四级而已。那收集呢，就是你地上比如东西的话，可以捡的话呢，就可以增加这个收集的等级。有些东西，有些关卡，有些地图是要求你要达到一定的等级，你才能去进去，对，要不然就不行。好，看一下其他地方，像这个城市楼中楼，这个也是可以玩的，也是小游戏。对，你有很多小游戏可以玩在这个游戏里面。好像这个就是要跳的，嘿，有没有过了？嘿，不行，再一次。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最难的，我目前好像没有玩到很后面过。哎呦，像一个女生，这边，嘿，嘿。哎，可以哦，奇怪，真是好，我想太多了，我没有很厉害。OK， 那离开这一区，我们还有地方可以逛。比方说，你现在呢要练等，对，你要升级，你也可以升级，你可以打怪。怎么打怪呢？我们去这个市郊区这里，然后呢有这个很多地方，下水道入口、猫神社，猫神社呢是给你升级的地方啦。我现在升级升到蛮后面的26级，有没有这个？这个可以降低伤害的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有点像是防御力量，你可以升级。对，我先上30级好了。然后这个呢是攻击力，对，但是你看价格蛮高的，一次就要49000。然后每次呢会越高，对，我升到40级好了。
OK， 那这个呢是比较特殊，这个呢是要这个作物的才有办法升级，但这个我觉得很重要，攻击速度，但我道具不足，没办法买。还有这个是致命一击，对，就是暴击的意思啦，也是需要这些作物，但是这作物会随着时间改变，会随你升级改变啦。好，我们先离开。然后呢，累的话呢，啊，先等一下好了，我们先去打怪好了，现在还不累。看一下哦，登山路，先去登山路，然后这就是怪了。那这个怪呢，其实一开始的怪呢都很简单，你看，没拿到，就是很 easy 的，因为它不会攻击你。但是到后面的地图呢，它就会攻击你了，像这个，你看我现在不动哦，你看我被啄了，它就是会攻击你。对，所以你要去打。而且攻击力不算高也不算低啦，但是应付这些差不多了。然后你每次攻击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升级。下面那个蓝色的呢，这条蓝色就是经验值，累积到一定值之后就可以升级了。然后这个呢是可以收集的，但是你看我平常这样收集会不会干扰，会不会戳？然后我收集的进度就会一直重置，有没有？没办法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一个东西，我们需要道具，这个气球玩具有没有？他直接打气球玩具了。有点像嘲讽的意味，让他们攻击不要针对我，然后我就把它处理掉。然后在他们打这个的时间，我可以去赶快收集这个。这个是橡子，对，有时候升级东西的时候需要用到橡子。反正这些东西呢，留起来总是以后可以有方面可以用了。好，这个先用一用。OK， 那这个悠久的成果呢，是到最后等随着你的等级呢越高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的地方，像这里。好，这是松鼠，有没有很可爱？好，但是我把它杀了，因为这可以升级。OK， 那我现在尴尬，我现在要两刀才能杀死一只松鼠。好，先回去了。然后损血怎么办？对，损血到底怎么办？损血就是可以吃这个，有很多东西可以恢复血的。给各位看一下，我记得我钓鱼哦，这个鲤鱼恢复体力150，对，你看你现在体力是多少？240嘛。那还有这桃子也可以恢复啦。好，我看一下，鲤鱼先吃掉。哦，看我的血恢复了有没有？好，然后呢，同时呢，你也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比方说这边山上嘛，一定有温泉，泡个温泉是很合理的。然后猫泡温泉呢，裹个毛巾也是很合理的。哦，这里还有猴子哎，还有讲话啊。好，这可以收集，这些都可以收集的。好，回去。OK， 那这个东西呢，如果你看食物的部分，我觉得是蛮重要的。如果你损血的话，然后你又不想慢慢休息等的话，你可以去海鲜商店，然后你可以，这个鱼是可以卖的，但是前提是你要先钓。那钓鱼呢，是可以买它的饵，它的饵有很多种，像这种是，这是网子，先买一个好了。然后鱼标这个可以改，可以换造型，我看一下这造型好不好看。就这样，这个蓝色的好了，好，变这样子了。然后还有钓竿珠子有点太 local 了。我来看一下这个，这是魔术棒吗？珠子变数字啊，变光剑好了，好帅哦，买了，哇，这样是一组的感觉。然后钓鱼钓久了屁股会酸，所以一定要椅子的，有椅子是很合理的事情，买红色的好了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去哪边钓呢？这边河沟江河潮滩，我现在还没解锁潮滩啦。那河沟呢是比较原始的方法，就是用猫直接抓鱼，像这样有没有？那这个网子应该是别人放的吧？可以把它拆掉吗？我渔网所以我可以直接收集渔网吗？好，收集到了。那我现在可以放置渔网去抓鱼。我现在不是我刚不是要买一点渔网吗？这个就放着了，然后鱼就会自己上钩。等一下哦，鱼嘞，上钩，有了，中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但是你也可以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啊。我先收集一下渔网，等一下哦。好，土法炼钢就是可以直接抓，如果你反应够快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抓到鱼。会，你们一次抓两只，哦，太快了。在训练你的反应力，哇，那鱼怎么有那么快啊？没有，
小鱼比较好抓，大鱼很难抓，大鱼我的速度超快的。好，然后呢，然后江河这里是可以钓鱼的，对，你可以用道具，用看一下什么饵，我买饵吗？我是没买饵啊。好，虾子就可以了。好，等一下，静观其变，耐心等待，等待上钩的时候就点它就可以了。好，有可能要上钩了，还没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啊，钓到了。那钓到的话呢，就是在保管箱里面，像这个我都钓了两条，然后泥鳅钓了两条，对，钓了不少。然后古铜色壳，这个人哪里捡到的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在哪边捡到这个的？好，不重要，先离开。好，离开之后呢，你钓到鱼呢，多余的鱼你可以卖，对，像这个，哇，这个可每个可以卖1000哦。价格这么好，这个鲶鱼可以卖5000呢。那如果你发现你的血量像这个体力500，你血全满也不过，像我现在也不过才300多，所以就是体力500就有点浪费了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卖掉，对，卖掉你就可以赚钱了。好，桃花鱼这个就还好，因为这个每个只恢复50，你可以留着啦。好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些贝壳可以买，像这个可以放水族馆，欸，可以买鱼，可以放入鱼缸的啦，不是水族馆。好 ，OK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。咖啡厅可以直接导览到咖啡厅，你可以直接买它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可以买一堆蛋糕啦、饮料啊、活动用品啊，这什么东西？条纹气球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好特别啊！这个奶粉。使用后呢 ,30 分钟猫会变小。这个是变大。好，先一个变小的。然后这个变大的。呵呵。哦，然后这是什么？我，哦，有泡泡欸。我要粉红色泡泡。那这是什么？绿色叶子。就是一些特殊效果的 buff 的感觉。哦，这个跳舞的。到试试看。跳舞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，我先用一下草莓蒸奶，喝了，我就有泡泡了。哦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牛奶。哎，刚奶粉是变小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变小，好用了。我变小了，我真变小了。好，再喝，我这样玩，这样玩可以吗？牛奶变大，好，这有变大吗？还是变回刚的样子而已。好，我再看一下这是什么，绿茶叶子。哦，所以它特效不会覆盖掉，它就是会一直重叠上去。看一下这个鸡尾酒，坐姿的时候会，哦，会跳舞，就像这样。好哦，好，走，我们现在呢，先回去其他地方逛一下好了。客厅我一些地方没逛到，像屋顶。屋顶长这样，然后这个，这个地方我没去过，在哪里？啊，连宇宙都有，研究中心，哇，可以买马桶吗？我需要马桶，这样工具，而且是交通工具，欸，就是这样吗？好，骑着马桶还不错。好，然后要飞去宇宙吗？研究中心。然后倒数当中，这干嘛的？不知道，但是我现在坐着马桶，然后好，宇宙，这是哪里呀，啊？时空的暴风，可以去狩猎，对，是打怪的意思吗？然后这个，哇，这个，哦，这是大厅的随机盒的。超级高阶版，一次要付10万欸。我来看一下什么，90个气球，矿物行星，这里面这是什么？哦，挖的这个十字镐可以改，可以换造型，锄头欸，
热狗棒，好，换热狗棒好了。好帅哦！我现在就是从此以后，我就是坐着马桶移动了吗？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？好，先离开这区。我刚不是拿到气球了吗？所以我现在只要一放气球之后，是不是可以吸引大家？我看一下气球能干嘛。哦，看到了吗？各位，放气球了。好，现在人很少。OK， 我们现在呢，这个地方就是大厅的嘛，刚刚已经介绍过了。那还有其他地方呢，各位可以慢慢去探索发掘啦。像这个水果商店啊，就是可以买水果。对，那要偷窃的话呢，要十级耶，所以你可以随着等级增加，你可以稍微偷一点东西来，对，可以拿来吃。我现在有桃子113个。OK， 然后决斗场呢，我打不过，所以就算了。好，猫神社呢，猫神社我可以吗？不是猫神社，我先进去山上，然后祭坛很危险耶，祭坛好像就是类似生存模式的，看一下，战斗马上开始，来了，哦，可以，第一轮还 OK。然后第二轮，然后第二轮我就死了，哎，超快的，这个等级不够，没办法玩啊。对，还是要练等级强一点才有办法玩。好吧，我现在复活，那马上离开吗？复活，马上离开，马上离开。好，得救了，没事了，哈。好啦，那这些还有很多东西，很多小东西呢，可以给我去探索，可以去给我去探险，好不好？那就先玩到这里了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玩萌猫来了的影片哦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持续追捧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，来一下旁边的小铃铛。在 IG 呢，也不要追踪我，我先回自己家好了。我是欧啦，我们下集见喽。哎、欸，我不能上去，我可以上去。哇，马桶整个卡在上面。好，我们下期见咯，拜。